三弟当年没能活着回到你们母女身边，你怪你大伯吗？为师什么都没说过。人老了，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楚。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长得多像他父亲。我父亲是沙场阵亡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老王爷，就连我母亲也没有过，她只是太伤心了。她不希望你像她一样，是吗？但是最终，你还是免不了要为这个伤心，是吧，孩子？人但凡有心，又岂能不伤呢？但凡有心，又岂能不伤呢？这话说得多好。